我这个设备全都是新的，好爽。今天看起来是辅助的高级待遇，很明显的我是没有，我是为了让比赛赢，所以我的设备是新的。完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皮卡，你说你的那个要怎么唱？我忘记了。中路保险的，还是阿卢川的？两点躺着，然后五点睡着。射手局，辅助没接口。我昨天听皮卡一直在讲电话，我都睡不着啊。不好意思。哎，对，今天皮卡吵起来。你又来了，算。好，干嘛？这个是你要来偷听情报、不是你干嘛？间谍，你干嘛？你想待会被奴役啊？真的，你是安奈特二技能，还是选安奈特？真的，好，选了怎么办？就是这么信心，快点啊！制裁歪一点，不行，制裁歪，记得我们的约定。没有，你干嘛现在用啊？方便啊！下一个，对，给他看一下，前置。哎，你实况应该很多人看，但是不要实况说，你实况那个人就，实况实况就，实况去打。哦，上头各位，后心凉啊，上头，上头很上头。感谢，谢谢杨哥带我飞啊，好感动，太酷了，首胜了，今日首胜，谢谢。哦，杨哥啊，玉香，哇操，大哥啊，大哥 MVP， 哇操，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自己，心态稳住，然后装上做主。耳朵打开，嘴巴打开 ，OK 吗 ？OK。来，三、二、一 ，LV Go！ 我要认真的 ，Kevin， 我要认真的 ，Kevin。六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我以前都会带的，带壳的，今天不带了。是够认真吗？我要解封了，因为我不是第一次缴的。嘿嘿嘿，我们不要紧张，那个没什么人看。换你的时候不是这样讲的，那个没什么人看。然后大家都用买绿的。是啊，选手第一次讲，怎么又是我啊？倍感压力啊，喜欢被看的感觉。那你把它关掉啊。凡事都是我看别人，没有别人看我。所以这样子打是可以的吗？只要自己方便，只要自己方便，只要可以。哈哈哈哈哈。那这样镜头怪我就这样。星星，那是脱鞋子，然后呢，脚放在那个椅子上。哈哈哈哈哈。少了一个凯撒，会选少。